董洁为录制某综艺节目独自一人亮相湖南。录制节目当日，董洁身穿白色短袖配搭黑色短裙，靓丽中又不失清纯。在节目中，她不仅积极与各位主持人互动，更是含着眼泪唱了一首情歌。前段时间，董洁被曝与王大治在年初已经结束恋情，而两人之前合作过的新戏也已经进入宣传期，却迟迟未见董洁身影，不知是否刻意避开与王大治一同亮相呢？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